李信龙呢，之前出赛都是以后援的身份上场，出的局数多寡不一了。换头之后，这个破皮的一个状况、也尽力了。好球，打，结果没有先起跑，又打了一个二垒手正面的反弹球。今天古堡第二任投手李信龙，好球，这棒打成了一个左半边的飞球，但是距离并不够。这一棒看看落点啦，不错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是金门炮战、这球平飞球直接接到再回传、还好这棒打成了一个高飞球，中外守也守得比较深，然后往前几步之后啊，这样子下来，然后这个宋承瑞开始飞球打到了右半边，右外野手，现在每一个 play 都要场上投球的还是李信龙，这棒打到了反方向，左外野手往后没有。今天呢，三次打击也没有安打的出现。这一棒扫到了左外野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但停下来了，将这个球给接杀，0-0的平手状况要进。